少将军扮作二少爷的样子，然后做一些让小薄荷讨厌的事，这样损毁的是二少爷的形象，这不就达到了马文才的效果？拼尽全力还是投不进，看来是平时疏于锻炼，身体不行了。如此差劲的男人，小薄荷绝对不喜欢。这不是二少爷和小薄荷吗？ 大家的心意我都知道了，我都了解了。是二少爷，抄风引蝶的本事，可真是一流啊！下流！二少爷，你竟然是这种人！少将军，哎呦，二少爷此番作风，怕是会有辱墨家名声，你不教训教训他？